心跳旋的排行。哎呦，寒假原因就只有一个，目标太不明确，太散了，很常让人家误会。哎呀，他家太脏了，那一顶帽是堆的跟山一样高，从里面拔出来一条性感的内裤。屁嘞！啊，没有好心肠，绝对嫁不出去。等一下，这三点都直指我而来，怎么每一个都对你而来？其实我有一点恋父情节，哎呦，我喜欢成熟的男生，成熟，那熟透的不行，可以。今年一定结婚，今天赌上了我算命生涯，跟他一搏，2023再不结，退出命理界。老公好过年啦，哎呦，人家说嫁郎就是穿衣吃饭嘛，是不是？年轻懂多少？有时候女人打拼了一辈子，还不如嫁个好老公。对啊，女怕嫁错郎，哎，男怕入错行。像露露就是嫁错郎又入错行。所谓的入错行是什么呀？我们女艺人特别辛苦。还好啊，今年要刚满也要满30岁。满30，那年是哪一区的？啊，这边都是，不至于。啊，六位都是刚好30岁，这个时候他们两个，喂，我啦，喜事啦，喜事啦，恭喜啦，哎，那个是鬼新娘啊，不一样，这冥婚那个，对不对？今天詹老师要好好把他们每一个给他们好好看一下，他们心急如焚啊。重点是，王思佳、小马跟张克凡，还有林志玲的闪婚，都是我预测。哎呦，就你预测哇！我今天赌上了我算命生涯，跟他一搏。詹老师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他预测当中谁今年会结婚，他如果没有，詹老师就娶你。哦，可以。这一条夺珠啊！哎，金破了，好，初恋，这个开金口，好好给我们吃断一下，好吧？立冬，艺能界女生是不是辛苦？看多了，对不对？看多了，女生还是这样啊。她如果交往过越多任哦，其实她越难嫁得出去啊。怎么说？因为哦，她看男生的眼光会越来越挑，五比较，对对对，她开始那个度开始窄，关比较是别人比较，一比较那个度就窄了，越来越窄，越来越窄，然后就越能让她看上眼的就越来越少哇，然后就越独立，最后就走上那一条死巷，选择性很小了。对，能选的。他年轻的时候广纳这个百川嘛，但是又很挑，对，又很挑。我不要。阿内玛，来羽毛。是的，感情要顺呢，就是好运来了，自然就桃花就到，好运到了。所以今天带来我全新的 EP， 这是叫好运红包的造型，然后它是搭着我现在在演的女力报道的这个三首的插曲，睡睡然后送给主持人。哎，好运，恭喜，好运到，很好发的，恭喜，以前大家叫他 wish， 谢，对不对？ Make a wish， 那个 wish， 对。恭喜，好吧，朱雨萌，祝福，好吧，谢谢。我们也希望这个每一个唱片呢，就像一个跳板一样，是你在上面跳，哎，最后要到大海里面去游泳，是去虏获一些你要的东西，好吧。再次祝福我们朱雨萌，谢谢，好运到，加油加油。来，我们现场直接就要来给他开出来了，刺激，好吧，一国来第一。阶段我们命理的一个预测跟排行啊，第一位来，我们来揭开他的头盖，掀起了你的盖头来，让我来看看你的。云飞，怎么样？来，先跟对他接受善变啊。因为我还蛮善变，要变局。你怎么个变？什么星座啊？我是巨蟹座，但我 A B 型，所以我矛盾又善变。纠结啊，巨蟹座纠结，对，纠结啊，纠结的星座。哦，巨蟹座，拍照技能强。因为我是喜欢出去玩，巨蟹座，我喜欢上山，我也喜欢下海，所以另外一半呢，如果会拍照的话，蛮加分的。哦，会拍照，你自认为是一个让人上瘾的女人，怎么说？哎呦，真的。我跟你们说，梁云飞这三个字等同什么？疗愈。哦，哎呦，我在一起真的是很疗愈，好不押韵哦，完全没有。还等同什么？梁云飞等同马飞啊，这样我。疗
男人觉得说，我离开麻掉，我上到牙痒，我要离开，但是我们离不开，过来过来，真的真的没办法，我有一个，我有一个，我有一个 ，double 吧，只有梁飞，没有双飞，陪你喝咖啡，什么？来，大师，我这个就交给你，这有救吗？来，以本身他的指纹命盘来看，很重要了哦。他本身是属马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云为水 ，OK， 飞为鸡，相破又相冲，属马跟属鸡是相害相破啊，是啊。重点是看姻缘要看这颗天姚星，天姚路线招手成亲。哦，我们今年流年在这个地方，他跟这颗星遥遥对望，遥不回。不是他条件不好，是想结婚跟被娶的那种欲望跟机缘遥不可及，极为弱哦，弱。但是有法必有破，有法必有破，有法必有破。他今年想结婚的话，就是朋友介绍；明年想结婚的话，就是职场恋情。后年想结婚的话，就是兴趣画画、雕刻、美术、艺术。真的要走到这年要结婚的时候，稍微要四五年的煎熬。四五年哦，对，四五年。那这么说，云飞应该是排在最难嫁的地方，有可能，可能倒数二或一，有可能哈。那你来决定一下，我会断定他是可能第五名，第五名先做了，那请坐好不好？那可以聊表安慰，因为第六名。还有一个最糟的，对呀，又是我。第六名更糟的是 bingo， 有没有 ？bingo 不会下。来，第二位来，掀起了你的盖头来。哎呀，彩蹄再嫁就是二嫁，二嫁，而且有附带一子。哎，那你这个经济条件很重要。对，我觉得至少要比我好就好了，或是跟我一样好，那能分享心事。对，因为有些男生他是会，例如说例如说他的不满，或是对你不满意的地方，一直憋在心里，然后有一天突然爆发，那种我不能接受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三点都直指我而来。告白吗？怎么会这样？你故意用我来写这个？可是你还蛮以自我为中心的。对啊，我不会啊。天秤座超自以为。哎呦，我不会，我。天秤就在中间嘛，有被伤过，有被天秤在中间啊，没错。我愿意分享，对，能够再摊开来大家讨论。不能以自我为中心，对，我觉得这个很重要，因为如果以自我为中心，真的没办法沟通哎。因为有的人他不会。站在对方的角度，我不就常讲吗？要穿一件外套之前，要先脱掉自己身上这一件，对不对？才穿得下去。敢脱你的衣服，我就敢帮你穿袈裟。哎呦，好 man 哦，好 man 哦！哎，现在这句很重哎。雪哥，你给我脱一次看看。不，失败流。还有，失败流。来，詹老师，彩蹄本身是属马，对不对？对。这名字。比刚刚那位好太多了哦，妹妹逊位了哈，比他好太多。因为马本身来说，这个代表火，火火相生，马是火嘛，火木相生，有特殊荣耀，一片天有贵人，光这名字就会比刚刚同样属马的。但他前面的路为什么走那么辛苦啊？那后面还有一个后续来跟大家分享，比较好。他也一样是农历所谓的六月生的，当然他的结婚也会被延后到。会距离现在结婚日期比较远的，远啦。但是对，但是来注意看这个地方，好不好？刚刚讲这么多都要通论。哇，他手掌好大，手指短。他的手断断续续的，有没有看到这里？是因为 take 这样。叉叉叉叉，像现实还分叉。所以他的感情有没有哈？很执着，但容易被劈腿。哦，感情线。你不能看着新闻讲。对啊，那我。他被劈腿，我们也都知道啊。还在电梯劈的，有没有在楼梯劈的？楼梯讲错。好了，没关系。对对，他的事业线都有冲过他的智慧线，所以他是个事业心很强的女人。事业心比较强。OK， 他的生命线也非常长，即使他现在开始有，因为詹老师他还要养小孩。对，现在开始事业心重点在于他结婚排行，我给他排是最后一名。啊！时间。
间就是最晚，不，他不是条件最差，但他是属于黑马型的，因为他有婚姻的过程，他本身有小孩的一个母爱的一个责任在，他有时候他不会再挑高富帅。生命中经历过这些经验，他会认为一个有胳膊有肩膀给他靠的，他就会闪电结婚，开低走高薪的。但是因为命理上没办法看到哪一年会爆冲，所以给他排第六名。命理上是最后，如果等一下大家这个艺人票选出来，对啊，很难讲。来第三一位，来，好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下下面一位，下面一位，二三，哎。梦洁是拉拉队，对，拉库天哥，拉库天啊！你现在这个是对我而来是54岁以下，54岁以上，怎么每一个都对你而来？哎，先一个不好意思，但话多但不能吵，对啊，淘汰，应该就恭喜淘汰，拜拜。是不行，为什么？其实我觉得我有一点恋父情节，哎呦，对，我喜欢成熟的男生，成熟，对，就比我大大概两轮之内的都我都可以接受。熟透的不行了，熟透可以，我很喜欢。我现在带回去立刻现场可以吃，哎，什么时候已经熟了？拿回去直接还不用微波嘞，对呀，哎呦，事业心了。因为我觉得不能都是以我为重心，因为我也是有一任男朋友，就是超过30岁，但是他就整天都绕着我转，然后也不上班，就是对很担心我会跟别人，就是会爱上别人，对，可能疑心病比较重那种，对，会爱吃醋那种，对自己没自信，对，话多但不能吵，我这一点我跟你解释，请解释，解释是不算吵，我们在外面工作已经很吵了，回到家一句话都不太说。哎呦，哦，对，反正是冷静安静的。那回到家换我说，你说我愿意听，对，请听。我们早就学会了什么叫充耳不闻，左边进右边出。你讲话的时候，我们都面带笑容，然后这种表情，不行啊，都没得听啦，你电话啦，真的想跟你分享一下，会啊，还是会听啊。哦，来来，詹老师，是的，你看他讲讲，必嫁良人。必为贵妇，哎呦，贵妇脸哦，你注意啊，鼻头有肉，鼻孔不外露，两颊丰厚，唇厚薄得宜，而且卧蚕饱满哦，这个是老人家婆婆最喜欢看的面相之一，有长辈缘啊。而且重点来了哈，要豪赌一场好不好哈？他是农历1月生的哈，农历一月生的，在这个的天姚在走牛年，今年一定结婚啊，一定哦，牛年一定结婚。最晚2023再不结退出命理界，哇哇，有没有感觉？有没有感觉？要不要赌一场？对，有没有2023？就是20年内有没有？今年是2021对不对？2023之内一定2年一定嫁出去。你有对象吗？对啊，目前喜欢的人。可是现在没有对象，所以我会就是突然闪婚那种吗？一定，因为你平常可能重形象啦哈，比较走一种清纯清高路线。今年你整个是放浪女，哎呦。放浪兄弟，对，穿着开始走一点微微的铺路，眼神放浪真的，今年的眼神会一直放电，跟每一个人会主动，那机会就多，反被动为主动，但必须要给你铁良药，名字稍微要改一下，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，你的生肖应该属羊吧？对，那羊本身就是我说土，这个水土克带一把刀，这个名字把你绑住了，羊带宰。羊被宰，又在水里面被淹没的羊。如果你要老师的印证，要马上印证的话，要改成羊节之，哎，梦节之，梦节之，梦节之，节之哦，梦节之，哦，之节之节之节，哎，谐音不好，谐音不好，好不好？之节之节之节，梦之节，好不好？之为蛇，跟羊三会。节中带贵人，早生贵子。哦，那这样还不够专业哦，好不好？全方位的，好不好？老师今天太认真了吧，好不好？男左女右，这个右手手秀丽，而我们说的密合，它不没有用力合起来吧？哈，秀丽而合，这个生命线、智慧线跟感情线。没有交叉，没有横纹，没有倒纹，好到极致。所以他的位置是在应该第8万。哦，恭喜来登上卫冕者榜，后面的很难熬哎。一二三，苏子成。哎呀哎呀，子成来了，来来来来来，好热啊！
哎呀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来来来来来，这位啊不得了，好不好？这个妹子今年状态怎么样？她说要个性温柔不油条。对，温柔是有，但是有点油条。哎，对，交友单纯 OK 啦。外国人在台湾不可能太不单纯。对呀，陪伴有，应该也会陪伴。外国人，不是，这是你对另外一半的要求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哦，不是失去的那一半。是不要乱说，纯对，人家很单纯啊，要嫁单纯的，对，不是你心里面急着要嫁吗？其实我还好，还好，我还好，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其实也蛮快乐的啊，是吗？因为我个性超级宅，我都不出门，像我也是不出门的宅男的，真的哦，对呀，他都叫到家，可是 Uber Eats，Uber Eats 啊 ，Uber Eats， 外送外送叫到家，对，出去吃饭方便，不方便，天王天王，而且我觉得我有个优点是其他女生没有的，来来，我非常会陪男生打电动，哇，这自己喜欢玩的，对对，我一个电动都没玩，我每一年都带。但是我从来没玩过。哎，这样好吗？这样好吗？哎，对啊，你这样代言，没有，没有，现在代言找我，我变新鲜人嘛。嗯，对啊，我就你因为这个钱，我就玩一下。哦，太实在了吧？快点，交给詹老师。好，这几位美女，目前来看都是错在名字，名字，哎呦，名字很重要，因为这个子为老鼠，老鼠在这里。他本身生肖属羊，我们称他为羊鼠相害，修嗨了，修嗨，修嗨，那么就是阻碍的意思，所以嫁夫生子这个名字是有阻碍的，阻碍啊 ，OK， 但是名字影响大了20%、30%，我们看他的，他本身农历是我们说的这个三月生的，所以三月生正好走到2023年，很接近2023年这个时候，所以他在两年之后。就是我们说，就不是可能那年就会结婚的几率高，非常高。那他今年如果想意外的产生恋情的话，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兴趣，登山、游泳、电玩或是跑步运动等等，超级准，准哦，超准。因为我男朋友我们就是打电动认识的啊，是啊，现在对，我们已经交往一年了。这个有可能会结哦，有他有没有提出这个要求？有聊到这个，求婚了，真的有中，对。呼呼为丁来啊！前几天我们出去玩，然后我就跟他说：“哎，你好好认识一下我朋友，搞不好明年我们就不在一起，你就会忘记他们生日什么。”他说：“不会啊，明年我们应该结婚了吧？”哇，哎，不错，会哦，可以哦，直接正面撩你。可是我觉得男生反而会有点压力，假设他喜欢陪，可是问题是，其实我如果没有打得比他好。其实说不定是会被他嫌，男生爱面子，男生爱面子，如果被嫌就打电动。哎，你们男生好啰嗦，不陪也要打电动，打输也要那个。不是，有时候会拖累他，搞不好对嘛？我给他排行，目前来看第三名，第三，第三，第三，对，蛮高的啊，不错。来，下面一位，我鬼揭晓，爱多多女，哎，猪猪，还有猪猪，猪猪，极简，极简，来的极简，爱多多女，猪猪不良嗜好。对，我多多绿是他的狗啦，是我的狗。然后其实我觉得是因为，男生如果他喜欢小动物，还有这个特质的话，亲，我看你这样，我都心都酸了。等于是没有条件，只要不讨厌他的狗，然后无不良嗜好，只要是公的就可以了吧？在场好多人，底下一条我们帮他盖掉了，那一条不要，底下有前科可。25岁的时候可能10条，然后26岁，然后开始慢慢删减，然后现在已经快34条，不挑了，对，不挑了，没有了，有挑就这两条是我觉得最重要的。到最后，到最后，只要对方有一条，你就 OK， 可以，不要乱聊，另外一条狗，左左，对呀，来来来，交给詹老师，交给詹老师。这个是里面姓名最好的。哦，因为生肖是属羊，没错吧？哈，羊，羊一片天有贵人，羊为土，土土相生。哎，竹中暗藏两个丁，丁火土相生，名字是好到极致了。那你看到他本身生的时辰是农历4月，4月正好走这个地方天姚星，这2021、2022、2023、2024，所以他是2024那年会特别想结婚，也就是距离现在大概有3年到4年的时间。因为从流年来看，跟姓名来看的话，他本身排的名次虽然比较低，
但他的条件是好的。好 ，OK。再看他的手相，好不好？你看他的感情线，除了倒纹叉叉之外，又叉叉又叉叉，这不是我画的，他自己的手哦。叉叉，一直被劈呀，啊，或被劈。那你那我们男女之间在一起很在意的就是那个方面的生活，有没有哈？他这个稍微性生活偏浅。偏浅呐，真的这么赤裸吗？不够深，哪里浅？哦，就是吗？就是它的纹路不够深，不是那个，不是那个纹路。要深，我没有质疑，我没有质疑。对啊，对对对。所以你要注意到一件事情，你婚后要马上怀孕。你是属于婚姻甜美，但是属于不孕的危机。而且人中又偏短。你看看宪哥那个人中上八长身明显，人中五指登科，性能力强到难以估计。哎呦，战斗力爆表，讲话好难，对啊，难以估计，加长好难以估计，想想有一种话要讲出来，想到难以估计。高潮迭起了，分不了手。生殖力的业配啦，哎，所以总哎，讲到这个你在爽什么？心有戚戚焉，哦，这种形容啊，所以总观来看是第四，好像第四，对，好，先走，后面还垫底的两个人，来，最后一位，来一二三，阿婆，来，刘星宇，哎呦。隐瞒，心语心包办家事，会杀鱼，会煮饭，因为家里卖鱼嘛。幽默好笑，幽默好笑。都是以那个我爸为榜样去定的。不能隐瞒，是隐瞒什么？隐瞒隐疾吗？没有，就那不能隐瞒哦。不是，他什么事都会愿意分享。对，不管好的不好的，都会。如果有一个男的，如果跟你讲我三立，真的吗？有对。我在三立上班。哦，那可以，那可以，那可以，工作不能隐瞒，工作稳定了，真的。我们这里有很多三立男哦。三立男，强哦，家贫如草。对啊，强到难以估计啊！不要机枪互相扫，互拍啊！你说先拍先，你们互相哎，先拍先，都没得捆哦。互拍对方。包括鲨鱼煮饭。对，会。重点是他会办一手家事，是不是很优秀？来，三老师，好的。那基本上生肖属羊，心中属羊，心为火，火土相生。羊有两个窝，安家立业大有机会。他农历是八月生的，看起来似乎很远，但他走到新的一年的同时，他是在这里是一个远方贵人，会嫁给有外国护照或来自于外国的人。这是一个契机。OK， 以手相来看的话，哈，手相当然是我认为他的感情线很执着，这边小小的婚姻线也很稳定啊。他这个智慧线稍微弱一点，代表傻女人嫁好老公。哇，很棒！他是属于那种爱到了爱上了失去理智，勇于付出，感动异性的一种格局。哦，真的，这个蛮准的，这个准。这个，所以我总观来看，我给他排行第二名。哎呦，好赞哦！阿妮娜，我们直接来公布第二名了，好不好？好，百位男星票选的排行。哎呦，这是我们选，这边有喜帖了，喜帖，第二名，大家都想要，不是？这刚刚是命理角度了，对，这个是大家的排行，所以两位也参与意见。那得奖者是一二三，反正我也不会最差。他们也有一些评语啦，哦，一起来看看他们怎么说。哎，流星雨是百年难得一见嘛，流星雨我们不是在看天空嘛，流星雨来了，那虽然是瞬间，但是它是短暂就是永恒，哦，那因为它是处女座的，处女座在挑对象的过程中间呢是比较仔细，所以说他现在如果有另外一半的话，搞不好半年、一年之内就会嫁。说到流星雨为什么嫁不出去，问我就对了，我觉得就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就是他在等我，第二个原因就是他的生活习惯其实是非常恶心的一个人。有一次我跟他练舞的时候，我靠，他大拉拉的练完鞋子就脱掉了，啊，那个整间咸鱼味是出，哎，不是咸鱼而已，好像有尸体耶，他的脚是之奇臭无比，你看脸漂亮不？你从他的上面看，都很香的，你闻到他的脚之后，
哎，你会反胃耶。因为卖鱼的小孩不会变坏，而且可以陪你去看流星雨哦。但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因为感觉他之前在家里帮忙卖鱼是一个非常勤俭持家的，感觉主人家非常的干练啊，可以旺夫可以帮夫。对啊，因为他的外表各方面感觉起来是比较务实啦。那你说真的，如果是真的要结婚的话，以结婚为前提的交往的话，当然我们会考虑这样的女生。一个女孩子能够在菜场卖鱼，然后这个能够吃苦，因为我们娶老婆啊，跟找女朋友不一样，女朋友只要爬就好，漂亮就好了。那娶老婆要娶贤与娶德啦。对，她一定很聪明，因为她卖鱼，她一定常常吃鱼嘛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靠海吃海，所以她卖鱼，她一定常常吃鱼，因为有丰富的 DHA， 脑袋一定清楚。然后他说，虽然一切都很完美，但是很怕鱼腥味啊，衣服穿太露，对，感觉交往以后会勾引这个别的男生。那另外一个评语，现在鱼太贵，喜欢吃鱼的人应该想尽办法跟他结婚。勤俭耐操乖乖的男生会很想娶她，评价很高。第二名就是在这里，好吧？好，来直接再来看第三名，有没有觉得哪一位想要第三名？有没有？无所谓，去算班，前算班哦。会是苏子晨吗？那我要，你要啥？对，我觉得可能会异动。Winner goes to number three。来看看到底大家怎么说，苏子晨在那好嫁当中排行第三名，请看。你知道苏子晨他这个男人啊，他听 KTV， 你知道他点的歌是什么歌吗？欧尼亚的故事。哎，你知道，基本上男生要对他产生欲望，可能本来觉得哦这女生漂漂亮亮的，他听一听他那边另类化妆来，可能欲望都没了。好嫁原因是因为他荧幕形象建立还不错，然后他之前也有一个绰号叫那个小谢经验嘛，啊，那其实谢经验姐姐也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女神，所以我觉得苏子晨 OK。因为大家不要想说哦，他很会跳，筋开腰软，会旋转什么的，会跳舞有什么用？人哦，心地是最重要的。我以前曾经跟苏子晨一起学过舞，然后那个舞步呢，他就觉得很好笑，到处去跟人家宣传说我滑冰跳舞很好笑。我还看过就是有朋友拍一支影片，是苏子晨一边在看我跳舞的，一边哈哈大笑的画面。我到现在还有一个疗愈系舞者的称号，因为他说我的跳舞呢太好笑，可以疗愈。这个称号到现在都还洗不掉。我觉得这种人哈，自己会跳，笑别人不会跳，没有好心肠，绝对嫁不出去。在你旁边，男生会觉得压力很大。你太会赚钱了啦，长得这么漂亮，男生会没有安全感。所以我觉得，如果你想要赶快出嫁的话，有两个做法：一，让自己变得丑一点；二，不要这么有才华。我相信你就可以很快嫁。你的头发长多一点。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 OK 的女生哎，你看她的身材又好，还有拍那个魅力的广告，这个你有魅力的广告，哇塞，真的很性感。很吸引所有的男生啊，对啊，如果要跟她结婚的话，我觉得她也是一个蛮不错的人选哦。感觉蛮强势的女人，因为我有她的私人脸书，然后她就每次在私人脸书会干掉别人，我就觉得哇，如果这个人是我女朋友的话，好像做错事情会被她干掉到死。我跟她常常出外景的时候，她从早上开始吃，直到外景结束还继续吃。所以每次我如果去的时候，我是她的男朋友，我看到她那么会吃，我会紧张。而且呢，她就是很多那个行为，比如说我们在休息的时候，她马上车上睡觉，而且呢睡觉的时候的脸就。对，我会软点。爸，但这里面还是有一些谏言，我们统合一下。听听，感觉你的控制欲很强，男人在他身边会丧失尊严。这是我的荧幕形象，会吗？啊，其实私底下，其实我私底下他超温柔的呢。对，我私底下跟那个荧幕形象是相反，而且我看起来很会喝酒，但我根本一滴酒都不会喝。我可以当。男朋友永远的代驾，因为我不会喝酒。代驾，哇，越加分，第二家产也是好的啦。他现在爱情事业两得意，好事应该近了。哎呦，哎，给祝福哎，因为有人跟他这个趁乱告白了嘛，啊，很敢冲，稍微激一下，或许就闪婚了。敢冲啊，这是第三名，谢谢，满意哈。这三老师现场预测，哎，蛮准哈。第四名，没有。应该会有，已经算是那个下半部了。第四名就是，
哎，梦洁啊，从第一名到第四名，不会吧？那你们三位先挤一挤，挤一挤，挤。来来来，那好，谢谢。OK， 好，来，我们先看看大家怎么说。好，请看。梦洁会嫁不出去的原因呢，其实有非常多。第一呢，她可能非常的蠢，她可能会蠢到把小孩忘到在菜市场忘记领了。所以我觉得，就算结了婚，她可能也会忘记自己已经结过婚了。她是一个很容易忘东忘西、很糊涂的一个糊涂鬼。她最容易忘记东西的就是她的包包，她可以把最重要的物品放在最显眼的大厅上面，而且这个次数非常非常多次，所以希望梦洁赶快把这个坏习惯改掉，不然真的会危险难下哦。听说他有这个儿屎脱落症啊，就是儿屎脱落，是他的另外一半，就是想说会不会睡起来都旁边都是儿屎，是石头的屎，耳石，就内耳不平衡那个，对，会晕，真的。然后出门逛街。也是耳屎掉满地，然后全身都是耳屎，走到哪都是耳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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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多耳屎，所以就滞销了。可能因为回讯息很慢吧，表达给男生的讯息，然后就很不清楚，所以有时候可能想要约他的男生，会搞不清楚他到底是想要跟我出去还是不想要跟我出去。嗯，你看连他都觉得了，因为他太漂亮了，然后他太善良了，很常会让人家误会。有的时候可以适当的说出你喜欢对象的型，喜欢对象的身高，不管是脸蛋，或是像哪个明星，或是像宪哥也好，都 OK。所以我觉得梦洁难嫁原因就只有一个，是目标太不明确，太善良，很常让人家误会。光看他的面相来说，他还是那种就是非常想让男生疼死的那种邻家女孩型。的感觉，娶回家之后他会非常的贤惠，然后服侍好自己的另外一半。如果没有意外的话，我可以娶你吗？都这些人啊，没有意外，你娶他就是他的意外了。没有意外，浅浅的有一些建议给你啊，说你外表太幼稚，像我妹妹啊是怎样，怎么跟你结婚了？听说她呆呆的，女生还是要聪明点比较有人。怎么又有人要人家这个女子无才便是德，要人家聪明？对呀，啊，外表让人想呵护，主家庭我可以，你可以，要主家不行啊。对呀，哦，可以吗？这个喜欢吗？取他的命，第四名啊，你从第一名掉到第四名，心中的感受。然后我刚刚有点想说，我会被掉到第六名。哎呦，对，因为我其实就是可能外表这样看起来就是还 OK， 但是因为我太常忘东西了，真的，就我太常把包包放在一个地方，然后就走就回家了。当人家老婆忘性要强，对对，当人家女朋友记性要好。哎呦，有道理，都嫁给你了，什么都忘了，过去都忘了，未来忘了，忘完全忘，你哪位？忘。每天都新鲜嘛，老公没新鲜，要忘性。好，第五名来，三位太强，哦，来哟，哎呦，哎，真的三位太强，还有第五名，最后就是第六名，第五位嫁人的，林采妮，往上升哎，上升上升，原因是什么？我们想听听看，来。我投给彩婷，因为她身材实在是太好了，然后会让人家有一点距离感。但我觉得就是因为她这样太漂亮，太漂亮，太漂亮，会让男生会有一种自卑感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会觉得哇，跟这么漂亮女生在一起呢，我应该很容易就被打枪吧？你又会赚钱，然后又长得漂亮，把自己顾得好好的。这时候呢，如果男生没有三两三话，绝对不敢碰，真的。枪龙不压地头蛇。他的眼光还蛮高的，就是就我跟他相处，我觉得他喜欢的男生都是那种比较有才华一点的这样子，然后或者是可以照顾他的，那这个条件就可能比较少人有。他毕竟有过就是这个结婚的经验，那也会怎么一直都明白夫妻之间应该要做什么事情，另外一半会比较开心，所以我觉得
还是找这个有经验的人，我比较不会受伤。我如果记得没错，最早她是 cosplay 的女神，而且她的那个出来那个气场很强大，坦白讲是非常漂亮。那可能就是因为一些阴错阳差吧，然后结婚了，后来也生了个小孩。那生了小孩，现在呢，她一个人又带孩子就很辛苦。那如果说还要再婚的话，我想单身的男性啊，会考虑比较多了。讲蛮中肯的，对啊，对啊，所以在外面大家都会觉得我距就是有小孩或者距离感很重，但其实我不会，我私底下个性对很好相处啊，一个人吃饭太多年了，大家都被我的外表骗了。好，看看他的说法哈，好，什么经验都有了，男人无法解锁他的第一次，会没有成就感。我在讲什么啦？结过婚的女人赞。有经验总比没经验好。然后再来，人漂亮又经历过大风大浪，能吸引不少男人，万事俱备，只差真爱。哇，这个好，这个最后，这个蛮好的，第五名，好不好？进步一名，很好。好，来了来了，紧张一翻两瞪眼了。所以。这次里面有埋伏怪东西就对了，两位，等一秒，第一名就我这个了，一二三，亏，主，主力，起立，来，力，假的，九九，来你，主哎，是你，力来力来，先看大家怎么说，先别高兴先，好吧，来，请看。我给的是潘应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皮肤又白，眼睛又大。那撇开外表不说呢，其实他的谈吐来说，都是一个男生非常喜欢的一种女生。为什么潘应竹会嫁不出去呢？其实啊，蛮难约也蛮难找的，就是他不太回讯息，也不太回电话。那通常你要约他，基本上是碰运气。哎呦，毕竟在这一块方面，我是有切身之痛。要刮杯。那也希望呢，在未来有想要追求潘应竹的人呢，你们要加油，好不好？虽然说他有时候会比较性感，那我觉得他就应该要维持都是性感的状态，我觉得还 OK。但他其实私底下跟他平常呢是蛮男性化的，而且他动作也蛮粗鲁的。重点是什么？我们去过他家。他家太脏了，他的那个内衣裤，好吗？哎呦，是堆的跟山一样高。都是洗干净的。男朋友，今天想跟他给你不一样的，稍等一下哦，然后就直接手上伸进去里面拔出来一条性感的内裤，你觉得那样会性感吗？然后我觉得他其实人蛮不错的，因为。真的没有距离感，他没有什么公主病啊，然后他的体力也很好啊，身材也很好啊，他蛮漂亮的、啊。然后我觉得我现在其实有点惊讶，他已经30岁了，而且也是单身，而且感觉祖祖现在最近跟小钟哥好像就是有一点点火花，说不定他们聊不了多久了就 bling bling 结婚了。小钟是谁？我觉得潘应竹呢，到现在还嫁不出去的原因呢，有可能是他那只狗多多绿的关系。因为他那只狗呢，第一个又这个温柔又体贴，长得又好看，然后冬天冷的时候还可以抱他睡觉。我觉得呢，基本上呢，要让他看上眼的男生呢，基本上呢就要比多多绿的优点还要多。那一般来讲，遇到的男生呢，其实呢都没有像多多绿的条件这么好。所以基本上呢，我觉得只要有男生呢，他的条件能够赢过他的狗多多绿的话呢，我相信那个潘应竹嫁出去的时间就已经快到了，好不好？想办法赢多多绿，好不好？好，指日可待哈，第一名。不过想办法，这是大家投票出来的。对啊，我们来看看他们投票之后里面怎么说。人家说你个性太 man， 对不对？跟男生都很好，可能还没有步入婚姻就先劈腿。屁嘞！啊，没有，我是很专情的，因为我的个性就是很跟大家都是很好，然后我私下的个性也不是那种很女生的个性。专情呢，一晚一个。啊，我每一天都很专注，一生一个啦，我讲过了。认定了我是很认真的人。对，不少前辈喜欢他，老少通吃，很快带球架。啊，有啊。他说我会不孕，还有点紧张。不孕呐，你要找有经验的人，对，教你一些来协力。对，协力最好还能家贫如草那种，而且是强到无法形容，就是我本来，他身边有很多夫妻朋友渲染下，可能会快速步入婚姻，好吧？祝福你。好，
第六名的啊，梁云飞，来，请看。女人都要留一些给他们听，但他这个人就是没有再留一些的，他全部给人家。怎么说呢？他去海边，动不动就是全身都没穿衣服，然后就这样拍照，拿过去这样，这样这样，然后就因为这样子，我还想说去当个摄影师。所以我觉得他为什么嫁不出去，原因是因为他都太给人家了。其实曾经我觉得这个女生不错，但是呢，在她身边的男生应该都会有压力，因为你看随随便都挂一只楼雷。她在工作上、事业上是一个女强人，可是当你私下跟她相处的时候呢，她觉得啊，我真的真啊，怎么我不会啦？她是一个很 nice 的人，等于说你跟她相处呢，非常的极端，她没有中间值，要么就是工作的时候很 man， 要么就私下的时候很 nice。所以你跟她交往的话，你就觉得一次好像跟两个人在交往。哎，我觉得为什么梁云飞很难嫁出去的原因，是因为她的女人味很重，但她的铜臭味更重。因为有一次我去外景到他们家的时候，哎，我发现他的劳力士啊，是给他们家的狗随便叼着在玩的。这种财力在一般的男生之下，应该没有人敢靠近他、接近他吧，所以他应该嫁不出去了啦。他是有一个崇尚自由、喜欢大自然、喜欢去潜水、户外运动的人，所以他如果进入家庭了，他就变成这些东西他必须要舍弃。然后呢，再加上，他前一段也刚结束，对不对？还有金刚不坏之身，就是太重情分。我觉得他刚结束一段感情的人是不会想要那么急的步入婚姻的。说实在的，人的身材就是我们巴西人男生最标准的那一种，就是火辣、屁股又翘、有女人的线条。可是我为什么把你放在最后一名的？你的妆太浓了。刚刚明蕊的时候没有讲要问这个，这样我们这样讲会得罪人，会得罪人。对啊，所以你想说云飞嘛，对不对？梁云飞啊，他基本上我觉得他会比较晚婚，因为他现在还在体验人生，他比较向往自由，他不希望被束缚。你刚不说他路子野吗？他比较野性美，他的日子，对，他比较野性美，所以他可能会比较晚婚。我因为没有跟他很熟，然后就感觉就有时候又好像很小女人这样，很容易受伤，所以就会让他觉得好像一拜就好嘞。一拜就好，学什么呀？那没办法，所以你看呢，人家说先敬罗衣，后敬人。知道这个人是从那外貌上看起来，内在是什么要相处嘛？对啊，需要时间嘛。这边的一个建议，刺青太多了，看起来像大哥的女人，男生不敢靠近，哪来的婚姻呢？可是他的刺青是 Hello Kitty 呢？对啊，很可爱的那种，又不是赤龙赤凤。但刺青人家会怕嘛？感觉他玩心还很重，如果跟他结婚生子，可能会抛家弃子。对。外表野性，但私下可爱，时间久了就知道他的好。哎，哇，这王八蛋好像跟你相处过，真变态。想要婚姻生活不无聊，娶云飞就对啦。第六名交给你啊！我们现场看到这六位，我们再 review 一次，第一名竟然是我们祖祖。哇，切了干，切了干。祖祖心中会一直想要嫁人吗？啊，其实我还好哎，是不是？随缘。我因为我现在是还没有说真的很想结婚，对，如果现在真的遇到一个男人，然后他立刻要跟我求婚，我可能还会也会怕，可能会很烦恼，对，我可能会很烦恼，没有结婚的准备，目前对，来来，第三名，你有想嫁吗？我觉得可以嫁了，可以嫁了，那就祝福他，恭喜，哎呦，听到了，那后面来，没有，我现在觉得一个人自由自在很爽。爽，对，一个人哦，但这也辛苦啊。如果另外一半也辛苦，可是你会就是现在你会发现，一个人原来可以做的事情可以这么多，因为时间变多了。对，你会发现原来自己可以做到这个地步，可是以前有另外一个你会依赖。你坐在那边在访问你那个背景，那有没有看一下？怎么了？觉得很像星海罗盘，有点开示的感觉。帮我们开示一下，开示一下，来，那我们也希望这个能够早日找到成龙快婿，好吧，过着幸福美满快乐的日子。谢谢他们，谢谢。本节目由台塑石油95+冠名赞助播出。